我真的感觉我好像老了。现在一上课，我就感觉整个人天天很累。今天早上从9点开始开会到现在。回来又继续，我靠。OK，So，我们昨天讲了喜好题、Why 问题、大群体题。All right, now today， 我们要把所有的 B 问题型给讲完。Now，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还有一种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叫个人习惯题。大家都能听见我说话吗？大家都能听见我说话吗？OK， 那我们看啊，个人习惯题。OK， Do you usually do something？When or where do you usually do something? How do you usually do something? And what do you usually? 来，我们看这种题啊，问的是什么？问的是你一般干啥吗？你一般在什么时候在哪儿干嘛？你如何做什么？ Now， 我问问大家啊， What do you usually eat? And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你们认为有区别吗？ What do you usually eat?And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You 觉得有区别吗？绝对有，为什么呢？你喜欢的东西和你一般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It's totally different, okay? What your preference and reality is different. 比如说 ，Frank， 你喜欢吃啥？我喜欢吃火锅。你一般吃啥？哦，我一般都吃，对吧？一些炒饭或者面。So。喜好不代表常态，而这种个人习惯提问的不是喜好，是常态。Do you understand? 就跟艾迪喜欢苍井空，但是艾迪的常态呢，就是，对吧？就是我又教你们一个单词吧，叫 solo。solo 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单独、独自的意思。怎么记住这个单词呢？你想一想啊，你一个人的时候 ，S 代表着手，你就用你的手去，OK，solo，对吧？所以艾迪喜欢苍井空，但是一般呢，他都在 solo。So， 喜好不代表常态 ，OK，all right。Now， 昨天那位同学让我反思为什么我交不到女朋友。通过一夜的反思，我总结出来一个道理，是因为太多女孩都是嘴上说不喜欢，身体却太诚实。OK， 所以呢，都在装逼，所以呢，可能就找不到女朋友。OK，
那我们看一下啊，来，这个怎么说？这个题怎么突破啊？比如说他问你这个，比如说你一般如何去上班啊？你一般采取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去上班？看一下之前的你会说什么？来，谁会给类似于这样的答案敲一 ？How do you usually get to work? I usually take the subway because the subway saves me time and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raffic. 好 ，right now 来看一看啊。黄叔叔，对，大部分时间我会坐 subway， 因为给我节省时间，然后我还不用太多担心堵车，或者是就 traffic 指的是就是说你整个在堵车的过程当中 ，OK。但是打个比方，如果我特别赶时间，或者是我不想跟人挤，那我有可能会 take a taxi。所以这儿做了两个情况，以及你会如何做一件事情 ，OK。或者又看一个啊。比如说 ，How do you usually make new friends？ 去认识新的朋友啊。比如说那个 ，Well, most of the time， 大部分时候呢 ，I make new friends through the internet， 对吧？我会通过一些网络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对吧 ？Like maybe using some apps like。哎，黄叔叔不太懂，都有哪些社交软件啊？就是可以认识新朋友的那种。因为黄叔叔不用，黄叔叔不知道。微信、陌陌、探探 ，OK， like 九幺论坛是什么呀？OK， like 陌陌、探探 ，or 对吧 ？Instagram。OK， 探探这个软件真是伤透了我的心呐、啊。OK。
OK，对吧？你看，没有啊，就是我艾迪经常在那玩，就是经常艾迪坐在那儿，然后玩探探，然后呢，我就一直看他所有的都往右滑，滑滑滑滑滑，然后我就说这是什么鬼？然后他就跟我说这是一个神奇的软件，可以，就是靠脸吃饭的软件。我说是吗？我就去下了一个，然后呢，我就可能，我就在那看看看看看，结果就看到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个我中意的女孩，我就鼓足了勇气往右滑了，结果就配对了，然后配对了之后呢，那个女孩主动跟我说话，说的第一句话是，请问你是 Frank 黄汉生吗？然后当时有点尴尬，是吧？我就说，不是啊。然后呢，他说，我靠，你盗用我们老师的照片，你个烂人。然后呢，就把我举报了。然后呢，隔了一会儿，我的号就被封了，我就不能用探探了。对，我的探探之旅只可能只有20-30分钟就没了。对。你看，我在上课呀，biu biu biu，你就按照我怎么讲你就怎么听嘛，你不要那么，OK，so 大家看明白了吗？难道我上课全是废话吗？不是吧，应该大部分时间都是干货吧，那只是调侃几句，你看。不要看啊，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的。Most of the time，大部分的时候，我是怎么做这件事儿的啊？但是呢，也有些什么情况，当他怎么样的时候，那我会怎么做？或者是 generally speaking，总体而言，我是怎么样做一件事儿的？但是吧，也有一些其他时候，打个比方，当怎么样的时候，那我就会怎么样？OK？真的是众口难调啊！不讲故事呢，你们又说我困；讲了呢，又要被骂，真的是。你说我怎么办？不是，首先我问问大家，目前我这样讲课的节奏是 OK 的吧？如果你仔细回去去复习了，去看了。目前5个小时给你讲的内容应该很充实吧？OK 的，All right，OK，Now，那我们继续。So。这种题啊，问你常态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就是说白了，大部分时间你是怎么样做？但是也有些情况下，当有个另外一个情况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做？大家听明白了吗？比如说，又看一个。What kinds of letters do you usually write? All right，我一般会写一些 emails，因为我需要，对吧？一般都写什么样的信件？一般都会写 email，因为我需要他去给我帮我完成工作，然后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让我去跟他人去沟通。Now，我们看一下啊。上了黄叔叔的。Because I need it for school or work, like for example, write letters to my teachers or write letters to my clients. But like if I want to write like a love letter or something, then I'll write handwrite it. 来看明白了吗？大部分时间你都是怎么样做？但是吧，也有些情况，当发生什么其他的情况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去做？大家看明白没有？
All right, let's try it。我们来试试啊。来，今天先拿这个练练语音语调，走起。先拿这个练练语音语调，走起。Go, go, go. Okay. Perfect. Well, most of the time I write emails because I need it for school. Work, like for example, write letters to my teachers. 好，听多了，这个非常好，这说的。But like if I want to write a love letter, then I handwrite it. 你们念非常屌，好听多了。Well, most of the time I write emails because I need it for school. Like, for example, write letters to my teachers or a letter, then I will handwrite it. Okay, perfect. Well, most of the time I write emails because I need it for school. To my parents, but like if I want to write a love letter, then I will handwrite it. Okay. Well, most of the time I write emails because I need it, or write letters to my clients. But like if I want to write a love letter, then I will. Okay. No. Listen. 仔细听听，你没有上过的课的你，有没有感觉变化很大？就从你说的英文的角度，因为我目前听到了这有几位就是掌握好了语音语调的同学是说的真好听。 Like for example, write letters to my teachers or write letters to my clients. But like if I want to write a love letter, then I'll handwrite it. Sometimes I write emails because I need it for school. Like for example, write letters to my teachers. Letter. And then I'll handwrite it. Okay. 所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语音语调的重要性。It's true. It's very important. Let's do another one. Thank you.
use when you go traveling. Okay? Let's try it. Come on. Because it saves time. No, 中间 time. I would like to take a plan because it saves time. But like when I because it saves money and I can have a good view of the scenery on the of time. I take a train because it's cheap and I will choose the plane because it saves me time. Destination. I like when I just go traveling. Speaking, I will take a flight because it has times like when there is Okay. 大家明白 So, 两个情况大部分情况怎么做 OK去解决你们有没有发现呀有没有发现每一个题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如果你的考题一下
你都在干一个长期丰富，你就会跟别人不一样，差距的，对不对？你的这种状态，但是你走进去，你都是这样的话，是达到了我需要你达到的，显得跟别人非常不一样。你看。的这个就是针对大群体的两个思路，因为这种提个人，而是你们国家的人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什么情况啊？大群体提的第二个情况，讲段子嘛，一讲段子呢。真的是others, they will probably do something. 人们，他们需大家注意，这个是一个特别他八分的点在于在于他的但是从我身边可或许会干嘛，请注意他的词汇的严在这儿我用的是有可能，而我搭配的用词比较肯定，他们倾向于干嘛？但这级别上，就是在注意你是否用词很严谨，一个在这儿。隐藏了一个 bug， 确定，但是从我看到的这些人，他们大概是怎么样？但是吧，也有些人有可能，so， 比如说你看啊。
Okay. But from I'm not that sure我周边的小孩我所观察到的啊，他们喜欢玩一些可爱的东西，颜六色的带震动的那个叫什么来，圆圆的带震动的，女孩很多女孩都有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这个，你看，圆圆的，五颜六色。你们怎么是这样的人呢？黄叔叔想的就是这个。你看圆圆定了，然后呢，他又开始震，然后。Tamagotchi 英文叫 Tamagotchi， 你们真没有童年，你们真的，你看，cute things like dolls or Tamagotchi。Toys that can okay， 来看明白了吗？所以我不太确定，但我看到了。好 ，OK，All right。所以相当于什么呢？就把自己对吧，就比如说你看，艾迪对吧，就喜欢吃一些名贵or lobster， 还有 Yuna 老师爱吃龙虾，老婆像黄叔叔就喜欢吃接地气的。OK， 好朋友 ，All right。
嫂子包饺子，真对。OK，alright，so，那举个例子，OK。东西肯定都是考试里有的，but from an cancer from the雨滴。
me. Like CCTV.前啊，讲了常态题，上下司，我晚点跟你回复。经常做什么？我经常那就变成我吃很多花完全不一样。比较社会一点的腔调，我说老外一般。
It's I do something a lot, okay?干多少？Okay, I do something every now and then.
Okay. So, I do有家啊，有儿ages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长。你似乎不做，可以怎么扩展呢？之前上探被偷啊。
发完女朋友。